都問得七七八八啦，表現幾好啊！終於得啦！仲有冇其他問題？冇。真係冇問題？啊有，以我面孔同埋完美身材，成日會俾女同事騷擾，唯有專心做嘢。可唔可以安排間房俾我？加個秘書，兩個穩陣啲。不如三個啊！哇！今次木星都去到啦～